搜索着，不能再回头了，任由这件事情继续发展下去。如果这样的话，那我就报警了，让警察来处理这件事情。邹所长好。哎，你好，邝经理在哈。好。邹所长。哎，小邝，这你们这是？邝处长，金旗的周总举报你们假公济私，挪用他们电脑配件里的备用主板，经过会议决定对你们潮信进行审查，终止你们潮信一切业务，封存仓库，一切等到审查结束以后做出定性报告再继续经营。邹所长，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小邝，别着急啊，我们只是接到了京旗的申请报告，过来核实一下。既然有人举报了，我们总得给人一个结果吧。连这点信任都没有了吗？我说了，我没有动他们的配件，那块主板是我从市场上的仓库里找来的。是，没有不信任你，你从哪儿找来的，让他们给你证明一下不就行了吗？是吧？退一万步说，咱们到仓库里把那京旗的500台电脑过一下数。这不是大事小事的问题，但凡有什么风吹草动，我们就要接受调查。这以后生意还怎么做了？我们潮信日后还怎么发展？是走一步要查一步吗？邹所长，怎么回事啊？你别拦我，我得说。中定委他凭什么动不动就申请审查我们？江城，别这么冲动啊，既然觉得自己没有问题，还怕查吗？事情终究会查清楚的。邝总，还请您配合一下我们工作。配合？配合这两个字我熟啊，我们一直都很配合。你们说吧，这次需要我们怎么配合？我们怎么配合，你们才能更好的查？邝处长，麻烦您叫一下仓库管理员，准备好出入库记录，我们现在就要检查仓库。从检查开始，你们潮信的所有业务必须暂停，麻烦您再通知一下。来吧，查，随便查啊。分头查。哟，真不把自己当外人，坐得挺舒服。又见面了，妹妹，还记得我吧？知道，梅同志吧，来，放这儿吧。看好了，我们全部的账本都在这儿，随便查。不是，你别冲我急啊，我这不也是上头派下来的任务吗？那再说了，老邝为人那么正直，能有什么问题啊？是不是？我就走一形式。你还别，用不着，我们好着呢。你仔细查，大胆的查，敞开了查，连一个小数点都别给我放过。我告诉你，你要是能查出什么问题，我宇文静，我去坐大牢。库房开始查了，查得很慢。先查单子，再核对。不就是查一块主板吗？所有有关 ATG 部分的配件都得跟进货单对得上。如果这么查下去的话，不知道查到什么时候。但咱耽误不起啊，咱刚接了两个组装机机房的单子，咱的第一批新机箱也刚到货，招聘广告也发出去了。为了打响咱们组装机的品牌，我拍着胸脯跟人家说按时按量完成。如果现在停了的话，不仅咱们前期投入打水漂了，咱将来还给人赔一大笔违约金。那这样的话，行了，别说了，要查就查呗。不干了。小邝啊，就算是有情绪，也要先忍一忍，啊，等把这个事情彻底查清楚了再说。我们潮信才刚刚起步，好不容易取得了一点成绩，现在这一查
我们又得停工。我们接的所有的单子都是有时效的，万一查不出问题来，我们朝鲜的损失他周定北赔不赔？这还让不让人活了？我看没那么严重吧。你要是有什么不好解释的，我出面帮你解释。邹所长，我们的情况您是了解的。嗯，从知青社开始，他周定北查了我们多少次了，之前查也就算了，这回说我偷东西。我们从来没有挪用过惊奇的任何一个配件，他这简直是在侮辱我的人格。小胖啊，你看啊，现在你们是做惊奇公司那500台电脑的配件维护工作，说白了惊奇就是你们的客户，客户怀疑你们在维护过程中有挪用他们配件的行为，告到我这儿来了，你说我查不查？他凭什么怀疑？他有什么证据？就凭他的主观臆断，我们朝鲜就要打开门来让他查，欲加之罪，何患无辞？你呀，还是让我走吧。小胖啊，我是看着你长大的。要说你偷东西我绝对不信，可我一个人不信有用吗？所以就要查，要光明正大轰轰烈烈的去查，就算你要走也要把这个事情彻底查清楚了再走。我要让全天下所有的人都明白，你邝明仇是清白的。还有这个点对吧？姚坤，刘副校长，祝贺你啊。祝贺我什么呀？我给你送大礼来了。这不是颠倒了吗？哪有领导给下属送大礼？这是伊兰大学发来的公函，看来千村女士为你费了不少心。要去这么久？对啊，一般学习半年一年都正常。谢谢领导。不过怎么了？我还得再想想。这么早回来了？你们朝鲜可很少这么早下班啊。下班？我们又被所里给审查了，现在还能不能上班都不确定。为什么？哎，说起来还是因为那块主板给闹的麻烦。因为给你找了块主板，周定美非说我们矿总拿的是他们那500台电脑的配件。你说他是不是有毛病？哎，你干嘛去？我去看看邝明仇。我都听说了，你为什么不告诉我？没多大事儿，不就是查吗？我都已经习惯了。都是因为我，要不我去找邹所长。你找他干什么呀？这事儿是所里头找人下来查的，邹所长也挺为难的。不过这已经是第3次了，还能不能让人好好干点事儿了？但是我今天已经向邹所长辞职了。辞职？邹所长说即便要离开所里头，也得等调查结束之后清清白白的走。不管你怎么选择，我都支持你。谢谢。谢我什么呀？都是因为我，你受了那么大的委屈。嗨，你别这么说。我去日本的邀请函下来了，我觉得对你我来说都是一次很好的机会。你既然下了那么大的决心要脱离体制，会不会考虑跟我去日本啊？那边有先进的企业管理经验，你的才华同样可以施展。我觉得你这个想法特别好，但是我现在正在接受调查，
什么时候结束我还不好说。如果短期内结束调查呢？你会跟我去日本吗？我考虑考虑。守着那边。我知道。别让他过来。打呀！这。右边。哎呀！快！又来了！快！你别打自己呀、啊、你！出来吧。我没打自己啊！我就不明白，你待在所里干什么？舍不得周定北那口窝囊气？你要是咽不下这口气呢，我现在就跟江城过去收拾他，然后你们俩都出来，咱们自己干。哎，这话我愿听啊！你别瞎起哄。走呗。哎呀，那是我呀。出来干什么呀？跟你一块卖磁带。哎，老邝，你这就不对了啊！这革命工作不分贵贱，我们倒爷不少赚。这边不行，你把火力我不是那个意思。当一个倒爷不能满足我，也满足不了你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难不成还得开家公司啊？对，干这个终将不是长久之计，开一家公司才有发展。这道理我都懂，这公司啊不是说开就能开的，又是资金又是手续。这资金还好说吧，这手续哼，我一个人可办不来。我可以帮你牵个线，让你认识一下田局长，他非常开明，而且很支持科技公司的发展。行，我琢磨琢磨。老邝，这游戏机太好玩了，这个。你快点，你别跑神儿呢。哎呀，怎么这么好玩的东西？我跟你说，如果摆出去的话，肯定有人愿意花钱玩，你信不信？哎，我怎么没想到啊？江城，你今天脑子够可以的啊！我是谁我？老黄，只要脑子活，处处是商机。发什么愣呢？老邝今天说的话挺触动我的，不能再等了，得赶紧行动起来。怎么行动啊？跟他们一样，开公司。开公司？咱们就倒腾点磁带，还用开公司啊？开了公司就不倒腾磁带了。那不倒腾磁带，咱干啥？什么赚钱干什么？先注册公司，然后再租一间像样的办公室，从个体变成私企。我洪宇桥得把这买卖做大了。哎呀，厉害呀你啊！要点茶，咱这啥都有。不需要，谢谢。老朱，那人一看就是来买电脑的，哪能看上咱们这地摊上的东西啊？也行，我问一声，说不定还能卖点啥。人家买个电脑就挣10000块钱，钱再多那也是人家的。我就给人送趟电脑，挣个5块8块的也知足。别光看报纸了，我跟你说啊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的，咱们现在满大街都是组装计算机的，咱们要是光卖这磁带，是不是有点落伍了？没事，他们卖他们的呗。不是哥，你想想啊，如果咱们这儿都是组装计算机的，那全国人民还不都得来了？咱们这门面地理位置又好，咱们是不是也可以考虑搞点计算机方面的生意？郝明，你之前跟我说你是学计算机的，你的技术怎么样啊？我那技术绝对没问题啊，软件硬件我都行。我们老师都说我在计算机研发方面那是有天赋的。哥，我想着如果有一天我帮你搞计算机研发，肯定能给你一个大大的回报。哎，你说的这没错啊，这现在啊
组装计算机确实赚钱，但是吧，哥这两天一直在琢磨另外一条路，而且这条路啊，目前还没人走，我觉得更有戏。哥，我不太明白你说的那条路是什么，可是我的意思是，可不是像他们光组装计算机，那技术含量太低了。我的意思是，咱们搞计算机需要的硬件设备的研发。当然了，硬件研发可能成本高了点，那我可以给你开发软件搞程序，这些我都行。我敢这么说，这21世纪肯定就是计算机的世纪。哎，卖了这么长时间的磁带，我就攒下那么点钱啊。我这两天已经申请注册公司了啊，这之后吧还得租一间线上的办公室，这都是钱。就这样下来，我手上也剩不了多少钱了。所以啊，我觉得咱们得好好想想，不能人家干什么咱们就干什么，咱们得朝着一个点，朝着一个点下手，对吧？什么事儿？咱不能再等下去了。等他们查完了，咱们工期都快过了。那怎么办？让我去仓库做监工啊？催他们快点查。哎，我问你，上次我让你进的那些配件都入库了吗？没呢，我那几天正忙着验收机箱，还没来得及入库呢。这不就赶上周定伟使绊子了吗？我还能给他搬进去？自投罗网吗？哎，太好了。晚上你找几个人去我那儿，把所有东西都带上，咱们先装几台电脑出来。咱的宿舍先偷摸干起来吗？没错。什么呢？你要去日本进修？怎么去那么久？那你去了日本，我怎么办啊？你让我一个人独守空房，那你不就自由了吗？你想好了没有？现在我们朝信被审查，所有的项目都停了。这个时候你忍心走吗？所以我还没有想好。那就不许去，你要是敢走，我就拽着飞机的翅膀，我就跟着你一块飞。还有啊，邝哥知道你要去日本的事儿吗？要不这周末我们组织大家一起西山游，你们天天被查，肯定都快查出病了，大家一起散散心。也好，那我来组织，我们踏破青山人未老，吃好喝好，心情好。嗯。看来找你啊。哎，慢点慢点，看着点啊，轻点，轻点。嘘，哎，快点快点，
这大晚上干什么呢？哎，唐教授，你们不知道这楼里还住着别人吗？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好意思，打扰您了。我不务正业。哎，快快快，快快来来来来来，哎，走。来来，请进门。哎，看着脚下。哎呦，啤酒！对，你们这么辛苦，我能怠慢了吗？小程，天天有啤酒喝，我们天天来给你干活。哎呀，美酒也来呀！只要你们天天来，咱们这喝完啤酒喝茅台。喝茅台，喝茅台，喝多少？我喝你两杯。什么情况呀？这大白天的，你和江城都在睡觉。公司都停业了，不睡觉干嘛？管姐说，这周末想要组织我们去爬西山，正好让大家散散心，放松放松。你觉得怎么样？行啊，反正现在也没事干，去玩儿挺好的。嗯，那你要是同意，我就去安排了。行。你起来，起来，嗯，起来，起来，干嘛呀？还让不让人睡了？大白天的不回宿舍睡，跑到办公室来睡。你说，你跟江城最近是不是瞒着我去干什么别的事情了？哎呀，看来什么事儿都瞒不住你这小丫头。我和江城最近在秘密行动。秘密行动？你们不叫我，你把我当外人呀？也没什么大事儿，我们就是把配件全运到宿舍里面，晚上在那装机呢。那我也可以帮忙装机啊。你可别瞎掺和。你啊，现在每天好好陪着梅兆和对账，咱们公司能不能洗清冤屈，就全靠你了。行吗？那我去了。以后要有什么秘密行动，不许再瞒着我。
洪雨潇，嘿，你们俩怎么才来？赶紧的，别歇着，帮我把这没用的东西都给我扔出去。雨潇哥，哎，你想在这儿办公啊？是啊，这儿多好啊，啊，宽敞，租金还便宜。这地方哪能办公啊？哎，我们那栋楼还有几间空房子，我跟我们主管单位说说，按我们的租金给你租两间。而且那楼啊，是田局长给科技企业特批的，租金便宜得很。我不跟你们挤一块去。为什么呀？总比在这儿待着强啊。这你还不明白吗？你们一个个都国字号背景的，他一个体户跟你们在一块儿多不好意思啊。笑话，我洪伟霄什么时候怕过谁啊？不是，那你说说你为什么非得在这破厂房里开公司啊？是啊，您忘了当初老邝跟周所长去国外考察回来之后怎么说来着？几个国外的电脑公司不都是在那破车库里成立的吗？你再瞧瞧你们那金奇，还有老邝那个朝兴，为什么干那么长时间一点起色没有？那就是因为你们在那办公楼里。你就让他吹吧啊，我倒要看看他能不能有起色。我还真不是吹啊，我跟你说，我肯定至少比你们金奇跟那个朝兴干得好。嗯，好好，一定好。行了，别歇了。哥，哎，楼上这屋我看就当你的老板办公室挺好的，你来看看。行啊，去看看我办公室。去看看，都有办公室了。走走走。哟，还没看完呢。就这么点东西看到现在，你是不是故意找茬呢？我看完了，看完了，一点问题都没有啊。没问题，你还不赶紧走？不是，我说我哪得罪过你啊？你怎么就那么不待见我呢？你没得罪我、啊、你干的工作得罪我。行了，赶紧放这儿吧，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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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喂，哎，邝姐，我跟邝哥说了，周末我们西山见。好啊，那你操操心，我们出去。那玩意儿要带什么吃什么，你准备一下。没问题，我办事你放心。谢谢啊，挂了。嗯。告诉你一好消息，哎，你之前不是一直跟我说开公司的事吗？这次还真成了，起名叫创开，过两天开业。哎，我呀就是特地来邀请你的，秦姐。你这动作够快的。我这不是记着你那句话吗？时不我待。不过这次还真是多亏你帮忙，注册公司特别顺利，什么税务局、工商局一路开绿灯，特别支持我们这些科技公司。过两天开业你必须得来啊。你这次开业
我来不了。我现在正在接受调查呢，等查清楚了，我再单独来给你道贺吧。怎么了？没事吧？没事，就让他们查呗。我也习惯了。哎，我早就跟你说过了，赶紧离开这破单位，这还恋恋不舍的。我也是身不由己啊。老洪，你走到这步，真为你高兴。回来了，啊，你在这儿呢。哎呦，梅会计也来了。哎，可别梅会计了，我这都快没气了，累死我了。怎么回事啊，小静，把人家梅会计累成这样？我们去大采购了，去百货大楼，把周末去西山要用的、吃的，全都买齐了。幸亏有这个梅同志。谢谢你啊，梅同志。哎呦，我的姐姐，你可太客气了，千万别这么说。咱就周末见了。周末见？对啊，小静同志已经邀请我了。是他自己要来的。哦，行，那周末见，您慢走。哎。刚才买东西的时候，我这烧一烧。这什么呀？护手霜。我们这屋有两个女孩，你就给一盒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不是，你先拿着这个。那什么，姐姐，那个下回啊，通通两份。行了，我先走了，别送啊。怎么回事啊？我哪知道怎么回事？就这么回事，算你了。哎，看看我们的战利品。哎，来，你来看看吧。怎么样，这地儿挺大的吧？哎呀，这风水宝地还有啥说的，够大。这租金不少吧？我们租也是这个价儿，但是我跟你们说啊，这个地儿好，你们肯定赚钱。那是那是。那个关桃妹妹，你看你们家雨桥卖磁带不嫌租金贵，可我们夫妻不行，我们不是平都人，这利又薄。那嫂子，你们想干点什么呀？在这儿？啊，我们。就想卖个五金农具，捎带个驴杂百货啥的，这不是干着顺手。哎，朱哥，我有一个想法，如果你们愿意的话呢，我就在你们这儿加一个买卖，这样呢，平时还得麻烦你们二位帮我看个摊儿，然后收个钱。如果要是赚钱了哈，咱们就四六分。我觉得要是这样的话，你们就保赚不赔。那啥买卖啊？快点！刚才好不容易吃了四颗，死了死了死了！哎呀，梅兆和，你年纪轻轻的，真打算在机关单位干一辈子？哎，你不如出来吧，你可以去老矿或者是王勇。我出来就非得去投奔他们俩不成吗？我就不能有点别的想法吗？梅兆和同志，你还真别说，我们那儿还真不要你这样的。他们俩那儿你都不去，你想干嘛呀？有句古话怎么说来着？啊，踏实若碎凌云志，敢笑皇朝无仗。听都没听。来来来，朱哥嫂子，就这样了。雨桥，来来来。老姐，哎哎，别，老朱哥，你们两口子怎么来了？哎，雨桥，我跟你说啊，我把你那个铺子呀，已经租给朱哥还有嫂子了。哎呀，而且呢，我还打算跟他们俩合个伙。合什么伙？就这个，这是什么呀？嫂子，这个呢是游戏机，到时候咱们把他们攻，往那里头一放，一小时呢收一块钱，半小时咱就收五毛。啊，行吗？这当然行了。那电视机呢？一块搬走。哎，你没跟我说一声啊？不是，这电视机我刚拿回来几天，我还没怎么看呢，你给我搬走了。
对啊，你前两年没电视的时候，咱俩也过得好好的。现在把它放到铺子里，能给咱们赚钱，有啥不行的？那行，不愧是我媳妇儿，有脑子吧？有。行了，你们俩别玩了。哎哎，来来来，干嘛？一晚上了，要不然今天你抱着他睡。我这不是高兴吗？哎，我都没想到这么顺。我原来想，像我们这样的个体户开公司，那得多难。再看看，明天我们就是有公司的人。老邝这次肯定又帮忙了，找机会啊，咱俩得好好谢谢人家。那是，兄弟就是兄弟。李霞，嗯，你先把这个放一边去。怎么了？放一边。好嘞。哟，上海牌，大牌子。我给你带上。好嘞。哎呀。我们雨乔啊，以后是要当大老板的，之前那块手表都已经坏了，咱们得体面点，是不是？我送给你这块手表还有另外一个目的，就是无论以后你当多大的老板，都得时时刻刻记着回家。放心，以后啊，我准时准点去接你下班。哎哎哎，你慢点啊！哎，麻烦赶紧把那收拾一下。哟呵，这小子怎么睡这儿了？也不怕着凉？哎，起床了，都几点？哎呦，哥，哎，你们来了，几点了？哥，你们怎么这么早就来了？这玩了一宿啊？我研究研究，研究研究，你忘了今天什么事儿了？没忘，今天公司开业，开始了吗？亏你小子还记得，走，赶紧准备准备去。哎，您好，您是工商局的？工商局的，我们的手续齐全的，还是检查一下。你等。哎呦，田局长。你好，你好。哎，那关涛，哎哎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咱们银海区的田局长。你好，你好，你好。田局长，你好，您好，您好，您好。那个，我是咱们区供销社的。哦。前年那时候，我还当过劳动模范呢。哦。关桃对吧？啊，这是我媳妇。您还记得我呢？当然记得。田局长，哎，里面坐。哦。哎呀，我们这小公司，也没什么准备的。挺好的，刚开始嘛，慢慢来。田局长，嗯，您今天怎么来了？哎，我参加你的开业典礼啊！我这就是一小公司，哪敢劳您大驾？于乔，你可不能把你的创开看成是小公司啊！这对我们银海区来说，甚至是全市，这是第一家民营创办的科技公司。那你说咱们国家放开了政策，搞活了市场，为的是什么？不就是为了让全民都能够参与到发展中来吗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，你今天创开的开业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情。哎呦，这个有没有历史意义我倒没琢磨过，反正今天有您在，我就信心十足啊。好好干，干出个榜样来。哎，
冰粉肉啊，尝尝。没想到哎，老洪不声不响的真把公司给开起来了。嗯，好啊，那恭喜他。不过咱们也偷偷的装了30多台机器了，就等着审查结束了。我觉得这次审查对我们朝信来讲，没准是件好事。说什么呢你？我怎么听不明白都？哎，我一直想不出咱们朝信的拳头产品是什么。这次我可能找到这个拳头了。这两天我一直琢磨这个呢。这不是唐教授的格言吗？这个。